处是十字角。身体微向右转，左手向左划弧至左上方，右手划弧下落于腹前，同时双手左下右上划弧交叉于胸前，重心左移，身体左转，左脚提起上半部，脚跟着地，同时双手左下右上划弧分开，重心移向左腿，身体左转再右转，左手向上向内收于左胸前，右手由上向下向内侧划弧至左肘下，右脚向左前方提出，向右做扇形外摆，同时左手向左与右脚面迎击，随即右脚下落。第66式指当锤。身体右转180度，同时左拳外旋下落外侧，右拳置于胸前，左拳内旋上冲高于头，右拳内旋向下发于右膝外侧，右脚下震，左脚提起向左前方开一大步，脚跟着地，双拳变掌向内合于胸前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同时双手由胸前向两侧分开，重心右移，左手向内划弧收于左胸前，右手变拳向内收于右肋旁，右拳向右前下方发出。67式猿猴献果。重心右移，身体右转，再左转，左掌外旋，再内旋变拳，收于左肋旁，右拳外旋运至右胸前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右腿抬起，同时右拳内旋向上划弧至右前方，右腿向右侧开步着地，同时两拳变掌向上至两耳旁，重心移至右脚，左脚收回，脚尖点地，身体略右转，同时两手向右前方按出。第68式单鞭。Thank you.
身体微右转，两手内旋，左手略前伸，右手微内收，双手掌心向上，右手变勾，经左掌向右上方运出，略高于肩，左手收于左腹前，踢左脚向左侧开步，脚跟着地，重心移至左脚，左手由下向上滑弧，置于左侧，掌心向外，沉肩坠手，气沉丹田。第69式，雀地龙。重心右移，同时两手变拳，随即右拳内旋，再向外滑弧，抬至右肩前，重心左转，同时两拳左上右下滑弧，合于胸前，重心右移，身体下蹲，同时两拳左下右上拉开，左拳置于左膝内侧，右拳置于右侧上方，略高于头。其实是上部七星。重心移至左腿，身体上起，同时左拳由下向上弧形上冲，略高于肩，右拳向下置于右膝上方，踢右脚向前上步置于右前方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右拳由下向前向上与左拳交叉于胸前。第71式，下步跨红。双拳变掌，由外向内旋转一周下沉，提右腿向右后方伸出，脚掌着地，双臂向前上方捧出，重心移至右腿，身体右转90度，同时双手经体前向两侧分开，掌心向内收，左脚与右脚左前方，脚尖点地，身体微蹲，同时双手先上后下，合于腹前。第72式，双百连。
体右转90度，左手下按至左腿外侧，右手向右上方滑弧至右肩前上方，身体继续右转，提左脚向左前方开一大步，左手内旋抬至胸前，右手外旋向右滑弧置于右前方，右腿向左前方提起，向右左扇形外摆，同时两手向前迎击右脚面，随即右脚下落于身体右后方。73式当头炮，重心右移，身体微向右转，同时双手由左前方向右后滑弧，变拳指右腹前，重心迅速至左腿，身体左转，同时两拳向左前方用力发出，拳心向里。74式金刚倒堆，重心右移，身体右转，同时两拳变掌，请胸前向右滑弧至右前方，身体先左转，重心移至左腿，提右脚向左脚右前方上半步，脚尖点地，双手左上右下滑弧合于胸前，左手置于右前臂中部，同时右手变拳放于左掌心内，右脚右拳同时上提，左掌略下沉，右脚落地震脚，同时右拳落于左掌心内。75式收势，左拳变掌，随即两手向两侧分开，两手向上抬与肩平，两手屈臂收于胸前，两手下落至腹前，两手向外置于身体两侧，自然下垂，提左脚并于右脚内侧，身体直立。
Thank you.
甲乙双方同时上右脚场前弓步，同时以右臂向前捧出，两腕关节相接，两掌心一左一右立于鼻前正中间。在此基础上，甲乙双方前后移动重心，两手相互听近，粘黏不散，可转立圆，也可以转平圆。这样反复练习，可以锻炼听近和上下左右引进落空的近。甲乙双方亦可同上左脚长左弓步，同时以左臂向前捧出，两腕关节相接，甲乙双方前后移动重心，左手领进转立圆或平圆。对方向我按来的时候，我可以身体微后坐，右后拧转，将来力由正化斜，同时右手牵对方右腕，左手切住对方大臂往右侧捋牵，使对方感觉十分不得劲而难受，并努力相互抽手臂稳重心。此时我可顺挣扎之势，以左脚封住他的右腿，左手变勾手翻挂他的手臂，右手搭住他的左肩，身体左转，以腰带垮将对方向左侧后方掷出。此外，当对方顺步双手按来的时候，我在以捧变捋的过程中，左手踩住他的右腕，右手扶住他的倒肘处，以右腿别住他的左前腿，身体向左拧转，以腰带手控制对方左臂，左前右按，使对方前仆倒地。当对方滑圆的过程中，踩捋住对方的左臂后，还可以用牵按加后蹬的方法，使对方前仆倒地。甲乙双方同时上右脚呈前弓步，同时出双臂，两小臂相接捧出，甲乙双方手臂在里在外均可，但必须有一人领进一人随进，结合重心前后左右移动，在身法腰劲的带动下，两臂相互缠绕，连绵不断，粘黏不散，快慢相间，里应外合，随机应变。推手的过程中，对方双手前拽，我可倒步双手捋牵化来势，当对方欲成势前挤的瞬间，我突然重心下降，右脚前抄，以右肩靠撞对方的肋下，使对方来不及调整重心侧摔而出。对方在顺步前按时，我双手踩捋使对方重心前倾，当对方欲努力后挣时，我左手顺势变勾手反扳其肩，右手牵腕将对方身体左后方前推，双手合力使其后倒。双方在推手过程中，我捋牵对方右臂时，对方欲以左手牵握我的左手，此时我可顺势反牵他的左腕，右手托住对方的肩背反别，可使对方侧倒。若对方左右挣扎未能成功，可用前脚向右勾踢对方前支撑腿，使对方倒地。
双方同上左脚，距离15厘米左右，同时双方左臂相捧，两手腕相接，同时双方左手均按住对方右肘外侧，以甲方领进，重心前移，身体微右转，右臂用挤进走下弧，向上捧于乙方左臂下，同时左手在身体右侧按住乙方手腕。与此同时，乙方重心前移，身体微左转，左手松开甲方右肘，接甲方左手，右手松开甲方右手，接甲方左肘，便按进上动不停。乙方用按进按甲方，身体微左转，重心前移，同时甲方身体微左转，重心后移，以捧进上履，将乙方按进引空，往返练习，连绵不断，粘连不散，滑如冰凌。我与对方在进行四正手划圈的过程中，可以左手牵踩对方左手腕，左腿管住其右脚，使对方身体被处于傲视的不利状态，再突然发力将对方发放出去。此外，我与对方互推手腕，对方用左手反拧我的左腕，我可运用缠丝劲沉肘旋腕，右手同时擒住他的右腕，紧靠于左胸部，左手扣腕掘他手臂，并回按，使他的腕关节因剧疼而爬伏在地。甲方上右脚并伸右臂捧起，乙方上左脚与甲方右脚外侧，同时抬双臂贴于甲方右肘关节外侧，甲方左手置于乙方右小臂外侧，甲方用右臂向右前方用挤劲缠绕，乙方左臂上捧，双手按住对方左手做缠绕，乙方重心前移，用双手按对方，甲方重心后移，身体略左转，用上捋劲将对方捋空，乙方随沉肘松肩，便挤劲捧着对方右臂，便捧进，甲方重心前移，右手按对方右手，左手按乙方右肘，向前按出后便侧身，以右手向前按并挤。与此同时，乙方身体向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双手臂缠住对方右手臂向下捋，此种练习一进一退为一圈，甲乙双方一左一右平衡圆转，均包含有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裂、肘、靠八种用法，反复练习奥妙无穷。在顺步双推手过程中，对方用捋劲捋牵我左手时，我可稍屈肘顺势前靠，同时用右手按附于左臂内侧，运用双脚的蹬劲和腰力，以右手突然催动左臂发透劲与对方躯干，将其掷出，
此外，对方双手按我右臂之时，可先身体微右转后坐，右手牵捋他的右腕，使其身体前倾，可使对方向前载出。按照旁捋起按四正手步伐，一进一退，推几圈，将周身各部位关节活动开后，身法大幅度增大，双方均一腿屈一腿伸，向扑步扑法，手法与进一退一的手法相同。在进行中，尽量要小腿肚铺地，随着手法旁捋起按的绕，腿在下边左右盘，这种推手法主要练习腿部力量，使下盘活而稳固，裆内产生弹簧力，在上肢手法的配合下旋转自然。我与对方大捋的过程当中，当对方马步下叉肘时，我可以左手顺缠对方左腕，右手握推其右腕，此时我可用左前腿别住对方右腿，身体向左后拧转，以腰带手使其上身后旋甩出。